几分钟就丢掉使用12年的拐杖。我姑姑用拐杖走路已有12年了，最近2年更差，需坐轮椅。第一次按推后，马上就不需依赖拐杖走路了。按推前，按推后，第二天帮我姑姑按推后温敷，可以走路20分钟。按推臀部，张医师说修复时需要大量热能，饮食、生活、情绪、运动都不可掉以轻心。姜汤温敷不能停，红豆袋和暖贴轮流温敷24小时。按推后用红豆袋温敷。第四天在家健步如飞。他也听话，一点药都没有吃，也没有打胰岛素，没有出现医生说的停药后的不良症状，讲话有力气，每天吃的药全部停了。第一天、第四天，从奄奄一息到现在的生命逆转，只用了原始点4天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现在我对原始点更有信心了，虽然我是新兵，要上战场有一点紧张，但我会尽力去做，努力去学。非常感谢旧金山推广点帮助我姑姑重燃生命的希望，更感恩张医师将原始点无私的奉献给全人类。